好 ，x y 的联合几率函数才对啦，它是 x y 的联合几率函数嘛。好，所以 f x y 等于 k 倍的 x 平方减 y 的平方哦，那 x 等于零一二，那 y 等于负一零一，求 k 等于多少？好，第一个求 k， 简单嘛，第二个求 f(x) 嘛，边际，第三个求条件几率，第四个求条件期望值，合理的考法，合情合理。好，我要开始来做了哦。这一题你应该会吧？突然有没有觉得如释重负的感觉？整个人快要飞起来了。先求 K， 然后不连续怎么做比较快？我问你要怎么从那一下手？几率总要等于一嘛？那、啊、你可以直接画表吗？我喜欢画表，表画出来，顺便把边际都可以解决嘛，对吧？画一下表，所以你就画一下表，一边是 x， 一边是 y 嘛，那 x 是零、一、二，然后这就边际啦、啊，然后 y 是负一、零、一、负一零一，然后最下面这个就是边际的嘛，那、啊、这个是 f y 嘛，那、啊、这是 f x 嘛，对哦。画表格最快，所以第一个零一带进去嘛，所以这个带零，这带一 k 嘛，对哦，啊这带零，这带零，哎这当然就是零，啊这个带零，这个带一，这也是 k， 一直类推，啊这一负这带一，减掉负一，二二的平方等于多少？四k。这样看得懂吗？那这一这个是0就是 k， 那、啊、这个一这个是一零，对哦，没错，帮我看一下，我没有算错，二根负一四减一五五二十五嘛，二十五 k， 这二根零十六 k， 对哦，二根一九嘛，对哦，好，那把它加起来，这个就是三十 k， 这个加起来。17K， 这个加起来 10K 嘛，啊这个加起来是 2K 5K， 哦这个比较大 50K， 啊全部加起来 57K， 太好了，几率总要等于 1， 好，所以 50K 等于 1， 所以 K 就等于多少？50分之1，好，第一题搞定了，57分之1嘛，好啊，第二个求 x 边际，这、就是第一题。啊，第二个边际 ，a 就是零或一或二，啊，把它带进去啊，因为 k 等于57分之一，所以 x 边际继续分为就这样，这个、x 这是 f x， 所以 x 等于零或者是一或者是二嘛，对哦。好，按零带进去，零的时候这个是 k 是57分之一，所以这是57分之二，啊，这是57分之五。那这57分之50嘛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双变数哦，双变数不连续化表格做是最快的。
第三题我要求这个啊，这个怎么办？很简单， y 等于0，先看条件， y 等于0在这里，把它框起来， y 等于0这里，对，那、啊、全部是多少？ 17k 嘛，所以17分之0 17分之1 17分之16，对哦。好，所以你要这样写哦，这个是 x， 这个是 x 在 y 等于0的条件下，那一样可以等于0或1或者是2。好，等于0的时候就是0了嘛，啊，这是17分之1，这17分之16嘛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求它的期望值，很简单。你们觉得这题很平易近人？所以 x 乘以 f(x) 在 y 等于0的条件下，它乘以它，它乘以它，它乘以它，对哦。好，所以0乘以0加上1乘以17分之1加上2乘以17分之16，所以答案17分之32加1，33嘛，所以答案。简单。